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绳子发生破骨断裂，或者绳子用的时候不够长，需要接绳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接绳结，将双向绳头打成这样的一个半扣，将半扣叠加在一起，上下叠加，取下方半扣绳头的位置，奔上方穿出绳耳，在后方备用。前方绳头的位置呢，同样的方法，奔后方向前方。互换位置，向后方传动。此时只需要双向拉紧绳头位置，拉紧主绳受力，双向拉紧的同时，形成的节点快速形成。这样形成的接绳结呢，是不缓结、不开扣，而且是越拉越紧，实用性超强的一款绳结。大家请看，整理一下，朋友们，大家请看，整理完的节点是不缓结、不开扣，越拉越紧。双向受力的一款接绳技巧，实用性超强。